嗨，大家好，今天呢是年三十，我今天早上一直在忙，这是我配的一个佐料，牛肉、萝卜、洋姜，你看这是泡椒、青椒、西红柿、西葫芦、生菜，昨天炼的辣子油，给你们看一下啊，非常香。这个是啥？现在哦，空的。这里头呢，现在是压的是啥排骨？那个骨髓是吧？牛骨头，对，压的牛骨头。今天早上一早上就一直在压这个玩意儿，就这个，看牛肚，好烫。我早上起来，小张哥还去买了一个这个牛舌头，打算凉拌一下。这人家摆盘的那个纸啊，摆盘的纸吗？嗯，我们还买了点红纸，来，那给我拿一点，我要擦手的。现在切个肚丝儿，哇，你看到我了，你看这，你把那个红纸用一用，一样的，喜庆一点，知道吗？不要小气。我们还买了红色的纸，拿来擦手和擦嘴，是不是？今天喜庆一点，没买到那种就是笔啊粗一点的呀，不然还写个对联呢。我今天就算了。我先片上一个薄薄的这个，喂，肚子出来。我这个肚子压了多久啊？昨天就压了一个小时，今天又压了一个多小时。不止。不止吧？今天压了两三个小时。我压到现在刚好烂了。嗯。牛舌头。这个玩意儿有点意思啊。我也是第一次做这个。为啥它这个皮儿？开了呀，这个牛哦，这舌头上刺不拉几的，我觉得不能吃，我也不知道，我先把这个尖的这个刺儿不拉几的把它给取掉，说不定影响口感。哇、哦，这里头的肉真好，好了，现在再切一下，对，把它扒了皮儿算了，因为外面那层真的是都是刺儿。这边哎，这边牛舌头多少钱一个？你买的？35块钱一公斤吧。35块钱一公斤，这个牛舌头特别长。那天不是拍视频吗？大概还有这么多，有这么大一截。我今天只搞这一截，凉拌。好、哦，对，开始切个片。哇，太爽了，特别香，因为我放了很多香料。我们又买了一锅。这个牛骨髓、嗯、哇，这个特别好吃，三十块钱一公斤，一公斤是吧？嗯，不会不会，来来来，放洋姜，放姜，还有蒜，还有红萝卜，还有胡萝卜，丢进去，再压上，把这些配料压熟就好了。好，行了，压吧。这个领域现在是我的厨房领域，看见没有？我现在正在炒菜。先炒简单的，就是西葫芦炒鸡蛋。我们小张哥可以啊，这切土豆丝速度可以比我要强。哎呀，咱这个厨师就喜欢有这样的帮手。哎，有菜还吃啥米饭呢？我觉得还是蒸点米饭。那一个大锅干吃完吃完，哇，饭吃完。好香啊！现在是。一个菜，两个肉菜，三个肉菜，三个素菜。你还要拍一个？没事，那个落地生花。岁岁平安。问题不大。岁岁平安。嗯。就是这个。嗯。这个酱好香啊。你还要吗？这个酱非常的香。要。拿筷子夹一下吧，夹一下，看看。哎呀。嗯。哎呀，我这个队伍有点难带呀。10, 9, 8, 7, 6, 5, 4, 3, 2, 1, 0。嗯，哎呦，这么多张，总有一张四分，有十张啊。好了，哎，吃饭吃饭，吃饭了吃饭了。看到没有，红纸红杯子，哎呀，非常的喜庆。来，先给你们盛一个啊。这就是刚才炖的那个肉是吧？这肉相当好，今天这个肉炖的非常好。嗯，可以。萝卜也熟了，非常烂。你为什么拿我的碗？啊，我想是不是拆一个碗？对，是拆一个碗，你做的巧。看一下我们那边的酒，一人一块大骨头。今天是打算
他们喝掉两瓶，而我呢还是喝可乐。你也喝可乐？对啊，就鞋里。哎，你尝尝这个，尝尝这个，快快，就真的好吃。鞋里太没出息了。我要啥出息？我就不想喝酒。啊，谢谢。这个特别好吃，因为我昨天炼的辣子油，现在搞了个蘸料，看到没有？就这个，嗯。来，你们的筷子。嗯。跟我妈比，我做的感觉都比我妈做的好。就这个，真的。你是有天赋啊。嗯。你妹能不能做出你这些菜？我妹做饭不行。我妹不会。不太会。她妈都不煮汤给她。女人都好自私的，都不让女儿做饭，让男的做。哎呦，这个好喝，可以吧？好喝。来，准备倒酒，倒酒，倒酒，来。倒酒了吗？倒了，又怎么倒？来，那我也来拍一个。那我也来拍一个。来拍一个，拍一个，拍一个。好，大橙子擦镜头，我心疼。来。好吧，来，第一个，祝大家牛年大吉，打老板儿，打老板儿，我们都要发财，都要努力，都要成为打老板儿，都心想事成。好好好，行，心想就是赚钱。嗯，来，你的新年愿望是什么？打老板。我从来不想当大老板，我就想赚点钱。啊，五千万是吧？刚刚说的。对，五亿。啊，五个亿，偷偷给我降了一倍。我就说。你呢？嗯。安安全全的，别再丢东西了，是吧？不要再出事故了。好好，一万以下回国机票。你呢？这怎么一点心意都没有？对呀、啊，太没有心意了。对，而且他还下线了。这个说的五千，他说。这个时候好，那我们说几个啊？好，我明年的愿望就是把滑雪学会了，再考个潜水证，再考一个冲浪的。对，现在我能想到是这些啊。好，行，冲浪不用考的，就反正学一个，就明年在搬菜的时候注意点啊，别把菜打了。有意思，现在变了五十四岁了。你呢？我要实在一点的。我努力一下，就想着看能不能混个五十万粉丝，是吧？这么说。五十万粉丝，对啊，那学姐的目标就是明年要有五十万粉丝，对。加油！好，加油！你不实在，你不实在，说实话。我呀，你那五个亿和五千万有区别吗？对，我明年啊，我想想啊，明年我干嘛？实在一点的。嗯，明年那我去美洲吧。嗯，好，行，你先去美洲，到时候我去找你啊。好，好，开始。你啊，你平平安安的，实在。嗯，吃饭吃饭。刚才那一段呢，他瞎说，导致呢我又要重新录一遍。来说一下你的愿望。来，我2021年的愿望就是平安的把车开回中国去。对，嗯，非常的朴实。再把你那个押金换回来。20万的押金。20万的押金。全网人民都知道。好，好了。这个是最实在的。对，这个实在一点。开动。对，那第一次说了个五个亿，是吧？我一听。不大对，差点忘了，不好意思。还有一辆车在这边。对啊，嗯，来来来，再走一个，再走一个。嗯，哎，你这什么手啊？哎，过一会儿我们还有个小项目啊，喝完这个酒开始啊。截个图呢？总金额是发200。我先看，我也不知道钱钱，我们看多少钱钱啊？嗯，对。好，我现在有这么多钱，1人200啊。好，准备。好，我已经发出去了，我已经发出去了。快快快快快！好，学弟啊，第一个来了。嗯、对，你们赶快抢。怎么有点反光了？这个。第一个。看我的。学弟。最后是我。100多有什么好看的？哇！学弟87。我发200，找回来了87.5块。好，大橙子，快快快，给你了。哎，我才4块钱。啊，大橙子4块。有点难受啊。哎，我就。没事，我老大，我老二是吗？啊，对对，给你的，给你的，快快快快快。没事。来，开始抢，开始抢。这个根本不用慌，一共5个。53，53。根本就是53。53，哎，53，哎，我这里就去掉100。你多少？完了，26。26，50、26、126。你再抢，你要是能亏大了，你要是抢个70，它就只有20多块钱。我抢的就是啊，你只有20多，我就这几块钱了，4块6，4块6。啊，大橙子，我来，嗯，哎呀，我这把把都能回本。哎呀，我这把把都只有我还有我再来50块钱就回本了。我68，完了，你们已经没菜了。哇，剩下的3个没菜了。哇，68和54，太狠了吧！39，哦，39，完了，我10块钱，完了。大神，你有个48，20多块钱。
一轮红包发下来，我本来是108嘛，现在是299，我应该是299减去108，好了，亏的不多，9块钱，你亏多少？我亏100，可能94几。多吃饭吧，多吃饭吧，多吃点肉。对，猫猫猫猫厉害，猫猫厉害。猫猫应该赢了，因为它的指数100了，等于。来吃，这是牛舌头，这是牛舌头。我赢八十，非常好吃。妹妹也赢。好，妹妹也赢了一点儿，没事没事。经过了一晚上的奋斗，我呢发了一个红包，两个红包，三个红包，四个红包，五个红包，六个红包，七个红包，八个红包，他们没有一个人发红包，我一家输。感谢新年红包。好的好的好的，大家新年快乐啊！不是，在这里呢，学弟告诉大家，千万不要沉迷于赌博打牌，知道吗？会输得很惨的。我一晚上感觉一直在打酱油，啥都没有。好不容易来一个吧，肯定有别人比我大，反正就这样的一个状态，然后就一直发红包这样子。好了，在这里呢，再次祝大家新年快乐。来，我们一块儿说一声，携程有猫腻，祝大家新年快乐啊！说一声啊，一二三。携程有猫腻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万事大吉，牛年大吉，大吉大利。 对，因为那个视频里不能出现牌的，知道吧？所以说就只能这样的，大家拜拜。